看你人也蛮好的啊，你有拖延症能借我用一下吧？我有拖延症啊。啊，你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那我跟你长得也不像啊。啊，长得不像，不是，那确实不像啊。你，我没有你长得漂亮啊。我就是过来旅游的。我能不能在这休息一会啊？啊，可以啊。你能不能倒一杯水给我喝？我渴死了。啊，可以啊。啊，真的。啊。哎呦，我的个天！那姑娘蛮好的啊，直播间朋友，主播呢想到对面老挝山去，但是老挝山他说要什么通行证，我过不去了啊。姑娘，谢谢你啊。啊，这遇到这姑娘，这姑娘家他们家这是大户人家，我这个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走进老弟直播间啊，老弟就是带大家，这餐桌是你买，这餐桌不是我买的，这是他们这个姑娘家的，给老弟点点关注啊。老弟是一个徒步旅行爱好者啊，咱们今天呢过来他们这边中缅边境地方旅游了啊，我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到咱们这个姑娘，姑娘谢谢你啊，啊就这一点就行了，我走了一上午也没遇到人，我就遇到你自己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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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，哎呦我的个天哪，你们那边水蛮甜的啊，啊，哎姑娘我问一下啊。姑娘你还在忙，没打扰你吧？啊没有啊，没有没有啊。 啊姑娘，我那个老挝山估计你要说两个小时我估计我去不成了啊。这么远呢？啊对的。哦，你现在去哪啊？我现在要回我自己家里面。这不是你家？这个是我们九楼啊。哦，这是你们家的九楼。我要回家啊。哦，你要回家啊？哦，那中午啊，我要吃饭的呀。啊，吃饭的。啊，那我能不能和你一块啊？啊，可以啊。啊，真的啊？我你们那个家离得远吗？就在下面那个寨子。我跟你一块去看看好吧？啊因为我也没什么事情，我走了一上午啊，想到这个老挝山，你要这么说我还过去不了呢。哎，姑娘你人蛮好的啊，你们家就这是九楼，你们家在寨子里对吧？哎，哦，哎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啊。玉兰香妞。什么？玉兰香妞。玉兰香妞。嗯，四个字的。嗯，我们这边啊都是四个字的。哦，都是四个字的。哦，我还没有四个字的朋友呢。哎姑娘，你们这边天气确实好热。对呀，因为我们这边啊一年四季如春，你要不知道的话感觉我们这边啊就会很热。哦，就会很热啊。嗯，哎这门口在干嘛呢？这个啊，我们这边这个路啊，啊，都好多年没有修了，好多年没有修了。哦，然后，哎，这段时间修了。啊，这段时间修了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修的话是好多灰的。好多灰了。哎呦，终于修了啊！啊，我的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他们这边在修路啊，这是小卖部对吧？对的。哎呦，哎，直播间朋友，你看，这怎么过去啊？哎呀，他们在修路啊。哦，这路修的蛮好的啊。那你慢一点啊。哦，慢一点，哦，好热啊。哎呦，慢一点，从边边走啊。我的个天哪，这不能踩的。我的个天哪，他们这边正在修路，我来的也不是时候啊。哦，我的个天哪。哎呀，姑娘你慢一点啊。哦天哪，直播间朋友，你们那边啊，主播就是想到那边老挝山去啊，他现在遇到这姑娘了，姑娘带我去这个他们家啊，他们家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啊，在这个下面的寨子里啊，咱们跟着他去看一看啊。师傅，这能过去吧？啊，可以的对吧？哦，这还有点沾脚，呵呵，这是刚铺的路啊。哦，蛮好的，师傅辛苦了啊，辛苦辛苦，大哥你好，大哥。晒得乌黑乌黑的啊！哎，姑娘，刚才你叫什么名字？刚才我忘了呀。我叫玉兰。玉兰香妞啊。嗯。啊，四个字的。啊，我们这边都四个字的。啊，都是。我介绍一下我自己，好吧？啊。我是来自安徽的。哦。啊，我叫这个，我姓顾。我看你样子，估计没有大，你就喊我顾哥，好吧？那叫你阿哥吧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你我姓顾不姓阿。那我们这边啊都叫阿哥的。你们这边都叫阿哥的。
啊，不是，姑娘，那我叫你什么？我叫你阿妹啊。可以啊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阿妹，我整整跑了一上午啊，我也没遇到什么人，我没想到遇到你，还蛮开心的啊。直播间朋友，给老弟点点关注啊！老弟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中缅边境地方啊。咱们遇到咱们的阿妹，和她聊会天，因为老弟走了一上午了啊，也没出去，遇到了这个姑娘。哎，姑娘，我为什么你们这边你们寨子的人多吧？有多少人啊？那你说阿哥还是阿妹啊？阿哥还是阿妹？阿哥有多少？那我们这边阿哥不多的。阿哥不多的？哦，那有多少阿哥？阿哥三四十吧。三四十啊？嗯。我的个天，那三四十也不少了呀。也不多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阿妹，你像阿哥老家那边啊，嗯、这就我们那边不叫寨子，你知道吧？嗯、我们那边叫村，啊、嗯哦、啊，村里面呢也就一二十个，你这三四十也不少了呀。那你们那个村比较小吧？我们那村也不小，也不小啊。哎，阿妹，那你刚才说阿哥三四十个，那你们这边阿妹多少？我们这边阿妹啊？啊、嗯，那我们这边阿妹啊有一两百个呢。一两百个。我的个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不是，太惊讶了。一两百个都，哎，你别嫌阿哥啰嗦啊，嗯、一两百个都是单着的。啊，单着的呀。我的个天哪！阿哥有点激动，那不成女儿国了吗？女儿国啊？女儿国什么意思？女儿国，女儿国就是女孩子蛮多的意思。哦，这个意思啊？啊，对啊。当啦当当啦当啦当。当当当当阿哥。你怎么唱歌这么难听？不是，阿哥唱歌不难听的、啊，阿哥在老家也是歌王呢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哎，阿妹，我问你，你刚才说那个，你也是单着的？啊，我也单着。我的个天哪，哪个寨子？怎么在这个中缅边境地方？哎，阿妹，那你我看你样子，今年多大了？那你看我有多大？我看你啊，直播间朋友，你是阿妹，你是让我猜猜？啊，那你猜我。哎呦，直播间朋友，咱们一起来猜一猜这个小阿妹，有十八吧？阿哥啊，那我没有这么年轻，没有这么年轻。我的天哪，阿哥没猜过别人多大的。直播间二十一有吧？不对，阿哥你再猜。二十一也不对 啊，咱们直播间朋友，咱们一起来帮助老弟猜一猜啊，二十六有吧？不对。哎呦，二十六也不对，二十六有点大了啊，这面。二十五，也不对。二十五也不对啊！阿哥，我的个天，那你的眼神不咋？不是，哎，阿哥，我跟你说啊，阿妹啊，阿哥是这样的，你说我要猜大了吧，对吧？不礼貌，猜小了吧，又有点做作啊。谢谢直播间朋友送来小礼物啊，咱们一起来猜一猜这个阿妹多大啊？阿妹，你现在走这边，你们这边要是不铺路的话，肯定不能走的。对呀，因为前。也就是今天开始铺的哦，今天开始铺的，前两天啊，哦天，你那不能快啊，不能快，哎，蛮好的啊，我感觉我一来你们之间就铺路了，我昨天晚上到的啊，没想到你们今天就铺路了，哎，阿妹，我阿哥在二十二有吧？二十二？不对，阿哥，你猜对了啊，你猜对了，中午啊，我领你到我家去吃饭。哦，真的啊！我的个天哪，这么热情呢？啊！哎，那直播间朋友，咱们一定要帮着这个帮一下老弟啊！老弟，昨天晚上到今天都没吃饭呢。啊，黄埔这位朋友说你四十多了。啊？那怎么可能？没有这么大吧？和你开玩笑呢啊！那你眼神更不好。眼神更不好，直播间朋友，咱们一起来猜一猜，给主播啊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好吧？左上角，二十八，不对呀、啊，还不对啊？嗯，我的个天哪，阿妹，你的这个猜太难猜了吧？你这样，你别难为阿哥了，好吧？你这，哎呀，阿哥，啊，我二十三了，二十三了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刚才我是不是说过二十三？没有、嗯，不是，哎，直播间朋友，刚才我是不是说过二十三岁？我肯定说过了，没说，没说、嗯、阿美，你人蛮可爱的啊！哎，阿美，你这里这么多人啊，那你刚才说你也是单着的是吧？嗯。那你要是，你交不交朋友了？那我们交朋友啊？那我们很少出去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阿美，你来这边凉快一点。我跟你说个事啊，你来。
这个阿美人蛮好的啊。哎，阿美，你在这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不是自己来，你知道吧？哦，那你不是一个人啊？不是，你跟你朋友一块来的呀？不是，你知道什么是直播吧？那我不知道。我手上拿这个手机，你不知道是干嘛的？嗯，不是，我今天有1300多人和我一块来，你信不信？嗯，不信。不信啊？哎，阿美，你要不要我给你牵个线什么的？真的？啊。那可以。啊，可以的。嗯、哎，哎，阿美，你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呢？没有。那我最远也就到我们寨子上。到寨子里？镇子上呀、嗯。啊，那镇子有多远？嗯，要1个多小时。一个多小时啊！嗯、我的个天哪！哎，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想去？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那我没有去。出去过啊，那我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什么地方？我们上面那个寨子那个有个阿姐啊，啊，她跟我说她去过什么灰的地方。什么灰的地方？嗯、我的个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哎，阿美，什么什么灰的地方呢？嗯，就是很多灰的地方嘛。很多灰的地方。对的。我的个天哪！直播间朋友。你们知不知道阿美说那很多灰的地方，老弟不知道啊，什么灰的地方？我来想一想。他说很多非洲啊，哪是非洲？咱是很多灰的地方。哦，安徽对不对？嗯，好像是。我的个天哪，你这阿美你可太可爱了，那是阿哥老家，你知道吧？你老家啊？那是阿哥老家。哎，我想蹲一会儿。哦，蹲一会儿。嗯、哦，那我能蹲着吗？可以。那想蹲一会儿。哎，阿美啊。我问你啊，就是你刚才说那个，安徽阿美，我问你一件事啊，那你是找朋友的话，哎，你要是想找朋友的话，你要找什么样子？我想找啊，个子要比我高一点的。哦，个子高一点的，哦，还要比我大一些的，还要比我大一些的，哦，哎，怎么比你大一些的？嗯，我得看看直播间朋友，你们都在哪个城市啊？咱们打在公屏上啊。要不要咱们老弟给你牵个线什么的？需要的话，咱们就打在公屏上啊。你们这样啊，这样啊，直播间朋友，哎，个子高一点，大点，直播间朋友，你们都在什么地方？咱们打在公屏上。哎，长春去过吧？嗯，没有。长春，上海呢？我都没出去过。都没出去过啊？上海，我跟你讲，是国际中心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哦，陕西去过吧？棒棒面知道吧？就是一种美食，好吃的。好吃的啊！那我没吃过。啊、哦，没吃过了。哎，你看，来自上海，湖南去过？没有。河南呢？啊、哦，河南我去过。哦，河南去过了。啊，哦，那河的南边嘛。哎呦，我这个天哪！不是啊，阿美，河南啊是中原地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那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啊。好吃的呀。这个辣糊汤呀，好吃的可多了。那我没有去过，还没有去过。嗯，那你别嫌阿哥啰嗦啊。哎，阿哥问你啊，你刚才说这个找个子高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个子高的呀。啊。那个子高的，那我们家地多啊，那他能给我开香蕉树啊？哦，这样的。哎，那阿妹，你是不是想找那种香烛隐没的？嗯，什么叫香烛隐没？嗯，香烛隐没就是你砍柴，他浇水；你做饭，他洗碗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我这姑娘，哎，阿美，你蛮聪明的，你蛮聪明的。人家看年纪不大，你蛮聪明的。那你刚才说你找这个个子高的，阿哥能理解。你有多高？我啊，我还不到1.6米呢。还不到1.6米，那也蛮好的啊。哎，直播间朋友，你们都多高？咱们打在公屏上。你知道阿哥多高吧？嗯，我不知道。阿哥啊，1.78米了。真的啊，可以吧？可以吧。我穿鞋1.80米呢，但是阿哥就是有点胖。啊，哎，直播间朋友，你们都多高？1.7米的可以吧？可以呀、啊。1.65米的呢？嗯，也可以。啊，也可以啊。啊，反正越高越好，对吧？啊。哎，直播间朋友，你们有多高了？我看看，1.70米的，还有多高的？1.85米的，好不好？更好了。更好了、嗯、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讲1.79米的，你看就有个1.79米啊、嗯，这蛮高了啊。可以的。哎，阿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刚才说你找个子高的，阿哥能理解。你说你找这个，哎，你找这个你大的是什么意思呢？阿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啊，怎么了？比我大一些的，
他会疼我呀。哦、啊，也会心疼我呀，对吧？阿美，我知道了哦。你要找一个照顾人，对吧？啊，不是阿美、嗯，不是单单是大的，那小的也会照顾人呐、啊。嗯，小的不行。直播间说，你说老弟说对不对？哎，阿美、嗯，你这个年龄有要求吧？嗯，30、40、50的。啊，都可以的。嗯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呐，阿美、嗯，我没想到你蛮聪明的。嗯，说话还蛮可爱的啊！直播间朋友，咱们喜欢阿妹的，给主播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咱们待会啊，休息一会，咱们就要到阿妹家了。阿妹说，我中午要带大家这个去吃饭。哎，阿妹，哎，你们这边有没有超市什么的？我们就刚才那个路过那个小商铺。小商铺，你这样，你等一下阿哥，阿哥去买点东西。因为第一次去你家，对吧？阿哥要表示心情了。哎，不用不用啊！怎么了？哦，不用的。啊，不用了。我们这边都热情好客的。啊，多少人啊？哎，咱们直播间有个孔哥48，可以吧？可以的呀。啊，可以了。啊。哎呦，我这个天哪！哎呀，直播间朋友啊，蛮好的，蛮好的啊。阿妹，你这样啊，你等阿哥一下，阿哥手机没电了，我来充个电，好吧？哦。哎呦，阿哥啊，这出来啊，什么也没带，就不能带不带手机，因为呢，阿哥啊喜欢这个徒步旅行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蛮好的。哎呦，阿哥东西掉，你帮阿哥拿一下，好吧？嗯。啊、哦。哎呦，直播间朋友啊，今天1.78米的可以吧？可以呀。1.78米也可以啊。啊、嗯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，那蛮好的。哎，阿妹，你们家还有多远？这个就是我们寨子。这就你们寨子了？对的。哦，这就你们寨子。嗯。我怪不得你在这休息呢。啊、嗯。我的个天哪！这凉快呀。啊，这凉快了。哎，阿妹，你这个房子和咱们那边确实不一样啊。那我们哦，都是这样的哦。哎，我来看看，阿哥来看看好吗？哎，我的个天哪！哎，阿妹，蛮好的啊、哦。哎，阿妹，你们家几口人？我们家啊，我们家六口人。六口人啊？啊，不是，你们家这么多人呢、啊？啊，有啊，阿爸呀，阿妈呀，啊、还有大姐、二姐，我还有个双胞胎妹妹。阿爸阿妈大姐还有二姐，嗯，还有双胞胎妹妹呢。哦，我的个天哪！哎，阿哥有点激动啊。那个双胞胎妹妹在哪呢？在家里呀、啊。在家里啊。啊。我的个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这，那你能看一看吗？可以的。啊，真的！我的个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那个双胞胎妹妹和你一样。双胞胎肯定跟我一样。肯定啊，我比和你一样漂亮。比你还高一点，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那啊，是我在比你大，眼睛比你还大。天哪，直播间朋友，这，哎，不是阿妹，你眼睛已经够大了。直播间朋友，咱们这阿妹眼睛大不大？大的话，咱们打个大字，好吧？你这比你还大、啊，我天哪！那你们带我去看看吧。可以啊。啊，可以的。那一块好吧？我的个天哪，直播间朋友啊！阿妹蛮好的啊，这里，哎，阿妹，你们这边房子好像和咱们那边不一样啊。哦，直播间朋友，你看啊，他们这边和咱们那边确实有区别啊。阿妹，你家还有多远？都在前面。都在前面啊。啊，这个天哪！哦，我的个天哪，这是啊？怎么了？啊？走快一点啊！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。男同志是你们家邻居吧？嗯。哦哦啊！我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嗯。哦，阿妹，你们家还有多远？知道了。嗯、空手去不太好啊。不是，刚才老弟想买点东西的，但是这个他啊。到我家了。这就你家？啊。我的个天哪！哎，直播间朋友，这是阿妹家。嗯。哎，阿妹，你们家怎么这么多鸡的？下面是养鸡的呀，上面是小鸡睡觉的。我这两个黑色的。啊，一人一边。啊，一人一边。嗯、我的个天！哎，阿妹啊，你蛮有特色的。哎，直播间朋友，哎，咱们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这是咱们阿妹家啊，这是阿妹家。这样啊，阿妹，你们家这个有历史了啊。这个是六七十年。我的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你们看看这个房子，和咱们那边确实不一样啊！啊，怎么了？上来。我上来。啊，不是，你们家没人吗？我家今天没人。
你没人，阿哥怎么好意思上去的？五官显示了吧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。阿妹，你不知道的，这个你没人，阿哥不好意思上去了。没关系的，你上来吧，我们这边啊都热情好客的呀。哦，都热情好客了。对呀、啊。我的天哪，直播间朋友，我要不要上去？要的话，咱们打个要字，好不好？要的话，咱们打个要字啊。阿哥，上来吧。我真下去啊。嗯。那阿哥就是上去参观一下，好吧？啊。对啊我的天，这么热情呢、啊。哎呦，蛮好蛮好啊、哦。慢一点啊。啊，慢一点啊。我这个天哪！阿哥啊，刚才这走那边路，山路有点累，这底下都是空的。哦。哦，我这个天哪！哎呀，阿妹，这楼上蛮干净的啊。哦，蛮凉快的。哎，直播间朋友啊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哥啊，那你想不想知道我们这个为什么会空？哦，不知道。是因为啊，我们这边呀、啊，小辣条比较多。哦，小辣条比较多。嗯、还有那个虫虫啊比较多。哦。所以给它搭起来。哦，人就住在上面呢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阿妹，你要不说，阿哥不知道呢。直播间朋友，咱们现在啊到这个阿妹家了啊，咱们跟大家看一眼啊，这就是阿妹家啊。我的个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你们看看啊，左上角给老弟点点关注，好不好啊？点点关注。我进来。啊。不是，这你们家啊？啊，这是我家呀。我去，我的个天哪！直播间朋友，啊，有灯的。嗯。哦。我的个天哪！你们家是住的和吃的住的都是在一起的？啊。哦，阿妹，你们家还蛮干净的啊。哦，我今天打扫。你们家怎么没有窗户的？我们这边都有窗户的，你看我们这边是木头搭的。啊。那有窗户的话就比较热。哦，比较热啊、哦，那也是啊、哦。我天哪，外面都是原始森林啊。直播间朋友喜欢这种直播，老弟大家看一看啊，左上角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左上角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哎，阿妹、啊、那个床单怎么在屋里晾的？这个啊，阿哥，这不是床单，不是床单啊，这是我家的幔帐。幔帐？对的。是什么是幔帐？嗯，怎么说呢？是那种一格一格一格的。哦，阿哥懂了，就给他隔起来了，对吧？哦，阿哥知道了啊。阿妹，这个是谁住的？这个啊，这个我大姐。你大姐？哦，哦大姐。是的，是我二姐。这是二姐的哦。是我双胞胎妹妹的。哦，那就是你双胞胎妹妹了。哦，谢谢曹老汉，普通老汉送来礼物。哎，不是，阿妹，那个妹妹在干嘛呢？应该在休息。她在休息啊？嗯。那阿哥来看，不行的，阿哥啊，怎么了？你不能看的。哦，为什么？你看了会留在我们这干一年农活的。我看一眼，要在这边干一年农活。嗯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的天哪，哪有这个道理的？我们这边都这样。都是这样的。嗯。哎呦，直播间朋友，哎，怎么有这个规矩了、嗯？那不成上你们女婿了吗？嗯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啊，差不多了。嗯。啊，不是，哎，阿妹，这、嗯、哎。不是我要看，是我直播间朋友要看的。你不行啊。不是，你等我一会啊。等我一会，阿妹。直播间朋友，你们要不要看？要的话，咱们打个要字，好不好？我来跟阿妹商量一下啊。阿妹，你知道什么是直播吧？我不知道呀。啊，不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认识字吧？我认识一点。我刚才跟你说，我直播间刚才有千把人啊，和我一块来，你知道吧？我让你看看好不好？啊，来来来，你到我身后来，到我身后来，你看一下啊。直播间朋友，咱们喜欢阿妹的扣个一，好吧？你看，阿妹，这就是直播。这不是我自己吗？啊，不是，直播间朋友，咱们喜欢阿妹的扣个一，咱们看看有多少啊？直播间朋友，咱们喜欢阿妹扣个一啊，看看有多少？来，你看，这都是人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不是我自己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打字的都是人。哦，这个是往上去的。哎，往上去都是人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玉兰香妞啊。玉兰香妞、嗯，哎，直播间朋友喜欢咱们妞妞的，把妞妞打在公屏上，好吧？哎，他们能叫我的名字？对呀、啊，能可以啊。可以的啊。哎，喜欢妞妞的，咱们打妞妞，打在公屏上，看看有多少。来，直播间朋友。他们没叫我的名字。你看妞妞啊，来了吧？哎。这就是喜欢你的，知道吧、啊？这都是人，都是阿哥全国各地的好朋友。哦、刚才我跟你说牵个线、哦啊哦，哎，刚才上海的呀，什么的，哦、陕西的、哎，他们都在呢。哦，他还
挺好玩的哈。啊，你说大家给我点个关注，你说。啊，大家给我点个关注。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哎，就好了，你看，妞妞好，妞妞好，你看，啊、妞妞长得蛮漂亮的，啊、都是蛮喜欢您的。啊啊咱们要说要不要邀请他们过来做客呢？啊，可以呀。啊。那我邀请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这边玩啊。哦。对啊，我们这边这个月啊是泼水节的。什么？我们这个月啊是泼水节的。泼水节啊？啊、嗯。哎，这个小星星好看啊。哦，小星星，啊、谢谢这个老李啊。啊。我的天哪啊！哎，不是，嗯、你刚才说有泼什么节？泼水节啊。泼水节就这几天啊？嗯。我的个天哪，阿妹。谢谢这位朋友送来这个这个动漫，不是阿妹，嗯、你们这边有泼水节，阿哥都忘掉了。哦，还有几天就到了。哦，泼水节那个是干嘛的？是和我们那边好像春节差不多，对吧？嗯，对的呀，你看我们这边泼水节啊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是过什么节的那个。过什么节？哦，就是春节，对吧？嗯嗯、哎，我记得阿。我们这边还是比较盛大的。比较盛大的。然后啊，我们比较正式的穿。哦，穿服装比较正式的。啊、那为什么要泼水呢？泼水 泼水是祝福你，给你一种祝福。哦，祝福的。对的。哦，哎，我记得泼水节还要吃那个不用筷子那叫什么饭？手抓饭。手抓饭，对。对啊，咱们中午。手抓饭还有菠萝饭。还有菠萝饭，对吧？啊，不是，那阿妹，我想问一下你要去跳舞的？啊，我们这边都去了。你会跳舞啊？会啊。我的个天哪，阿妹。哎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啊！哎，直播间朋友，我让阿妹跳一段舞蹈，好不好？想看的话，给老弟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我来跟阿妹商量一下啊，这个阿妹蛮可爱的啊。哎，阿妹，嗯、你能不能跳一段给阿哥看？没有音乐是不是？没有音乐。嗯。你这样，阿哥使手机来找个音乐，好吧？不是，主不是阿哥想看，是我刚才你我直播间朋友想看，你知道吧？你就简单跳一个好不好？还有我跟你说啊，阿哥也没见过你们这边这个就是泼水节式舞蹈，好吧？可以啊，真的，我这个天哪！哎，那阿妹你准备一下好吧，我来放个手机。哎，直播间朋友，不用准备，我来找个音乐嘛。哎，直播间朋友啊，咱们给老弟啊，不知道怎么让人家开心啊，只能以这种方式让人家开心了。但是老弟没有什么要求，所有朋友啊，左上角给老弟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老弟今天什么东西也不卖啊，就是这个给我点个关注就行了。我来找个音乐，咱们阿妹啊跳段舞蹈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就只要点关注就行了，点点赞就行了，老弟没有什么要求啊。老弟也是实在人，老家是安徽的啊，老家是安徽的，非常开心啊，与在这个直播间与大家相逢。这样啊，咱们现在多少赞？本场1500赞，咱们点到5000，好不好？每个人动动小手指就差不多了啊。现在咱们直播间1200多人，啊，阿妹，有音乐就可以了啊。直播间朋友，咱们准备好啊，给老弟点点关注啊，左上角点点关注，来吧。我把这个音乐咱们倒计时啊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啊，给人家200块钱红包可以的啊！我的个天哪！哎呀！我去，哎，蛮好看的啊！阿妹跳的很专业啊！哦，这就是他们今天的舞蹈啊！直播间朋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咱们打个好看，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！哎，蛮好的，阿美跳的真好。哎，还有啊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，阿美，你跳的真好哎。直播间朋友都蛮喜欢你的，都说好看，真漂亮。真的呀？哎，你们那天泼水节，你们都会去跳了？哦，我们都会啊。啊，那你我们这边啊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直播间朋友喜欢阿妹的啊，这种跳波跳这个跳段的舞蹈的，给老弟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左上角点点关注，阿妹，你们这个一家人都会去跳是吧？不是我们一家人都会去跳，我们整个寨子啊都会啊。
多去一趟。那这样，那阿哥就在这多玩两天，好吧？可以啊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，阿伟！哎，阿伟，你们家有喜事的？啊，我大姐。什么？我大姐。你大姐？啊。哦，大姐，哦哦，新婚快乐哈！阿哥啊，那你出来坐会吧。出来坐会。啊。我的个天哪，外面太热了啊！哎，这个屋里面确实热，他们这什么都好，就是有点热啊。直播间朋友，谢谢大家给老弟关注啊！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老弟呢，啊，现在在什么地方啊？在中缅边境的地方哦。大哥，出来2.8块。这外面确实凉快啊！大家看，都是原始森林啊。大城市也是亮眼的鲜花。哎呦，谢谢大家！你知道咱们直播间朋友都说什么吗？都说你长得蛮漂亮的，啊，其实说实话，阿哥也不知道，也没想到在这个寨子里能遇到这么漂亮的姑娘。你是不是寨花呀？是。哦，不是，蛮漂亮。哎，我看你寨子里没什么人。阿哥，你不知道我们啊，现在是割橡胶的季节了。割什么？割橡胶啊。啊，割橡胶季节了。对啊，割橡胶季节，他们都去割橡胶了。哦，都去割橡胶了。所以你看不到人的。哦，这样的啊，哦，那蛮好的啊。马上你看，还有过几天就是泼水节了嘛。啊，泼水节了。人比较忙。哦，人你比较忙。哦，那也是。大家都在准备着。啊，都在准备着。阿哥来的也是时候啊，我来的时候就修路了啊。对啊，你看好多修路，还有好多外来的朋友嘛会来这边。哦，来这边了。对呀，啊。哎，阿美，你们这么多寨子里这么多的姑娘，那不出去打工的？工啊。啊。地比较多，地比较多，都是我们这边祖祖辈辈留下来的。哦，你打工的话，那家里面地不是没人种吗？那没人种的话，那会被邻居笑话，对吧？哦，那也是。哎，那阿美，我问一下，就是你说这个，你刚才说这个家里面地多，你家里有多少地啊？这么多？8亩地啊？不是八亩地啊，80亩。80亩地啊？我这个天，这么多地了！哎呦，我这个去，那一年能赚不少钱了。我们家还算少的呢。还算少了。啊，我们邻居家都100多了。100多亩。啊。我的个天，那一年能赚不少钱啊。这个我不知道的。哦。这个都是我阿爸阿妈他们管的。哦，阿爸阿妈给妞妞发个红包啊！等一会儿，我和这个什么连啊，我跟那个妞妞聊会天啊。哎，阿美，那你我看你啊。这个是你这个头上戴的呀，这个耳环，还有像我看你那个项链，看一下，我看一眼。刚才我就想说，蛮漂亮的。直播间朋友，你看这个项链好看吧？真好看啊！哎，阿美，嗯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平时零花钱都是问阿爸阿妈要的？妈，我早都不问他们要零花钱了。哦。那我9岁就会赚钱了呀。9岁就会赚钱？对的呀。我的个天哪！那9岁怎么赚的？那我就。我自己家的地做完了嘛啊，那我就给邻居家去摘点豆子呀，啊，野生菌呀，啊，他们会给我一点那个零花钱。还有的是，我就是到山上去采一些山药、山果，然后正好换点东西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，那确实啊，那阿哥听着还有点感动呢啊，嗯，你蛮能干的啊。哎，蛮辛苦的。其实9岁，阿哥还在打酱油呢。我们这边啊，8、9岁都自己赚钱。哦，都自己赚钱了。哦，我的个天哪！哎，那阿妹，我看你后面啊，都是原始森林，是不是有很多野兽啊？哎，有的呀。哦，有的。嗯。哦。那我昨天啊，还看了一个野猪在山上跑呢。我的个天哪！嗯。哎呦，那你这那怎么上山呢？这么这样子啊？那我跟你说，啊，我一个人不敢去。一个人不敢去了，嗯，哦，那都是我跟我阿爸呀，还有我们寨子里面啊人一块去的，一块去了，我的个天，哎，那阿妹，嗯，那你这样的情况下，你们上山都采摘一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啊，那我们啊去采一些山药呀，啊，那个野生菌呀，啊，山货呀，那有的时候啊运气比较好嘛，还采一些大货。什么？大货。大货。嗯。啊，什么大货了？阿哥，大货你知道？哦，不是，阿哥第一次过来，上哪知道什么大火呢？那你想不想看？想，你可以看了。啊。我问一下我直播间朋友啊，哎，直播间朋友，你们想不想看呢？想看的话，咱们给主播点点关注，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大家有多少想看了啊。这里点点关注，哎，阿妹说有什么大火，啊，阿妹，那你都带我看啊？可以呀，啊。我的个天，来，我的天哪，阿妹人真好，啊，什么大火？我看看。哥，你看，我去，
这个我三三去采的大货。我的个天哪，直播间朋友，这个是好东西啊，阿妹，这是好东西的。啊，这个是我拿到镇上去换我的零花钱的。哦，这就换零花钱的。对的。哦。我的天，直播间朋友有认这个的吗？有认咱们打在公屏上好吧。哎，阿妹，这能换多少钱？这个呀，啊，换10块。10块钱？嗯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，阿妹，您太便宜了吧？您这太淳朴了吧？哎呦，您突然阿哥听着还有点感动呢。嗯，你这样吧，阿哥啊，说实话，今天遇见你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报你，因为阿哥，你知道怎么出来旅游的吗？因为阿哥啊，上年做生意失败掉了，啊，一个人呢，心情也不太好。我都出来一年了，我一个人开着车，我没想到今天能遇到你阿妹。其实说实话，阿妹，你的善良和淳朴打中了我，你也长得蛮漂亮的。说实话啊，阿哥今天就是这一年来最开心的一天。你这样啊，阿妹，这样吧，待会吃完饭，我给你转个266，好吧？哦，不用了，太多了啊！不是，能送给你吗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阿妹，阿哥呢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人，但是也不差这三瓜两枣。阿哥呢是安徽人，也是一个重情义之人，好吧？直播间的朋友，你说老弟说对不对啊？有些时候不是钱的事儿，好吧？人的一生当中啊，有亲情，有友情，还有这个，爱情，好吧？情字伴一生，好吧？你就听阿哥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待会就这个串起来啊，没关系的啊，就听阿哥的。啊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阿哥啊，还有这个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这个啊，是我挖了很久才挖到的呢。哦，挖了很久的。我挖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阿爸还笑眯眯的呢。不是，直播间朋友，你们有认识这个东西的吗？你阿爸还笑眯眯的。啊，我阿爸说啊，他比我还大呢。我跟你讲，阿妹啊，这不是比你还大，这比阿哥都大。哦，这个呀、啊、也是我拿到镇上去换我的零花钱的。哦，这也是换零花钱的。哦，啊，这换多少钱了？这个呀，这个比那个还多呢。比那还多、哦、啊？那太好了，哈哈、哦啊。那换多少钱？40。40啊！我的个天哪！哎呦啊，阿妹，阿妹，你这，哎，我突然有点感动啊。哎呦，这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话。阿哥眼睛都红掉了。阿哥，您的眼睛怎么会红、啊？不是不是，阿哥有点感动了。嗯，我没想到就是在大山里面，现在目前这个社会情况下，还有像你这么淳朴的姑娘，善良的姑娘，真的。阿哥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啊。你这样吧，阿妹，我待会走的时候啊，我给你转个666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阿哥呢也不怎么样啊，也不是什么大老板，但是呢，阿哥啊有这个心，好吧？阿哥有这个心，我就把这个带回家啊，好吧？我也希望你呢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顺顺利利，有一天呢我们再见的时候一定是开心和快乐的。我希望你越来越好，也能够找个好人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吧。那我叫我阿姐啊，给你做一些好吃的。你这样、我肯定会在你家吃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也没有饭店，对吧？也没有什么酒楼，也没有这个外卖什么东西的。你这样啊，我待会在你家吃。但是呢，阿哥一码归一码，我待会也会去超市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用的。不是，表达心情。阿哥呢，也是性情中人，好吧？阿妹，你就别啰嗦了，你就听阿哥的，好吧？那好吧。行吧，直播间朋友啊，咱们呀、这个阿妹啊，人蛮好的，阿哥有点激动啊。你这样啊。阿哥，中午了，我阿姐饭已经做好了。做好了的。这样，直播间朋友，我每天这个点呢，刚才说很多朋友说我卖什么，我跟大家说，老弟什么也不卖啊，老弟，我相信今天大家伙在我直播间都是开心和快乐的。如果老弟有一天卖东西。啊，我也相信咱们直播间1000多人一定会支持老弟的。你也不差那个一点钱，我也不差那一点钱。我只希望直播间朋友今天你是开心的，我和阿妹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开心就可以了。老弟呢是一部徒步旅行的爱好者啊，带着一部手机，全国世界全国各地啊去逛一逛，去溜一溜了。我也只希望一点。大家伙1000多人，每个人给我左上角点个关注就行了啊，其他没有什么要求，好不好？阿妹，说实话啊，今天我遇到你很开心。这样，待会我肯定在你家吃啊，我呢现在去超市，
就是那个小卖部，刚才我路过那个地方，啊，我去买点东西，好吧？那我想跟你朋友说。啊，你想碰跟我朋友说什么？啊你说。那我想跟你们朋友，你的朋友他们说，有时间可以来我们这边，来我们这边玩。哦。那我可以啊，可以带大家可以吃好多好吃的。哎呦。然后呢，还免费给大家住我们家的酒店。哎呦，真的！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这个月可以来我们这边啊，我们这边啊是非常热闹的，非常热闹，也很热闹的啊。阿妹，挺好玩的。哎呦，您淳朴善良，再一次打中了阿哥啊！嗯，你这样直播间朋友。咱们喜欢阿妹的点点赞，好不好？点点赞，给主播点点关注。有机会呢，我见阿妹，我代表我直播间的所有的好朋友，所有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，还有当父母的啊，弟弟妹妹，谢谢你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！他们呢，现在在我直播间也不能表达心情，他们就委托我，表达心情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呢，手机也快没电了，我就去超市买点东西，好不好？嗯、好，你在家等着我，好不好？阿妹，你跟大家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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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你二姐回来了对吧？嗯。啊，这样我中午就在你们家吃了，嗯、不要搞得太复杂，就能吃饱就行，好吧？炖个老母鸡。哎呦，我的天！不要客气，我去买东西，好吧？嗯、直播间朋友，咱们给阿妹拜拜，拜拜，阿妹啊，嗯。好了，这样啊，直播间朋友，老弟没什么要求，老弟现在去超市啊，咱们阿妹善良可爱，对，阿妹蛮善良，我今天老弟蛮感动的啊，咱们左上角啊，给主播点点关注，好吧？直播间的朋友，我一上午你看，我给大家直播，嗓子也都哑掉了，我只希望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就行了。有一天呢，老弟说实话啊，如果需要大家的支持和捧场的话，我也相信咱们直播间的朋友都是性情中人，也都是重情义之人。今天在我直播间，我不需要多啊，直播间朋友你们开心快乐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也不卖什么东西，刚才很多有这个小黑粉啊说我卖什么东西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今天不卖，我有一天卖的时候我也告诉大家，我也会把好的产品告诉大家的，好不好？左上角给主播点点关注。这边天气蛮好的啊，这样老弟呢去超市了啊，我手机啊快没电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就下播了，好不好？直播间朋友，祝大家有一个好心情，当然了，也祝愿咱们所有好朋友身体好，家庭好，事业好，人生好，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再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，左上角给我点点关注啊。主播呢每一天啊，第一场直播，第一场早上就会用这个号啊，就会用这个号。你不点关注的话，你找不到我了啊！不点关注我直播的时候，你找不到我，好不好？再见了，直播间的朋友，我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。他们这个二姐啊和这个阿妹啊，要做饭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给老弟的这个支持和鼓励。老弟在什么地呢？在中缅边境啊，翻过这个山就是缅甸了。我上一年啊做生意失败了。啊，今年呢，我就想带着手机啊，到处旅游旅游啊，也花不了什么钱，反正走哪吃哪吧。啊，这个人生当中就是这回事。我感觉，人的一生当中有两件事最重要，第一件事呢就是身体，对吧？第二件事呢就是开心快乐。啊，我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开心快乐每一天，好不好？把握时光。明天上午呢，第一场啊，9点多的时候，我还会使这个手机给大家直播啊，我有可能还会找这个阿妹，好不好？直播间朋友，左上角给主播点点关注，来，1、2、3，关注点起来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小红心点一下就可以了啊。谢谢直播间的朋友，谢谢大家，再一次祝大家开心快乐。老弟啊，就下播了，好不好？嗯，老弟就下播了，再见，拜拜。